这一次的音乐会必听的是 Tchaikovsky 弦乐四重奏的第一跟第四乐章，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一跟第四乐章很多片段会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一样，就是非常辉煌式的这种结束，然后高潮就是就会让你热血沸腾，好像听到这个片段都觉得上瘾。嗯，最近也是选择 Tchaikovsky 的 First Movement， 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酒吧，让这个曲子非常的流畅。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 Tchaikovsky， 因为他的乐曲总是非常的歌唱版，非常引人入胜。这次音乐会我们也有拉那个孟德尔颂的 A Minor， 这首曲子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曲子。我非常喜欢，就是他整首作品，他的开头跟最结尾，还有一个类似有点像圣咏的段落，每次我听到都是会有种被升华的感觉。那我个人会推荐海顿啊，当初选海顿是因为两首很大的一个四重奏的曲目，我们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选了这首叫 Bird。整首曲子用一个蛮特别的主题去贯穿，所以你会在音乐当中看到不同的情景，但是都是跟鸟有关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surprise 会在里面，所以想听 surprise 的可以来现场听听看。